根据不同任务的需要，河中舟底部的连接器是可以打开的，将方舟和尖舟进行重新组合。在风浪的晃动中，操作手借助并舟具将两座重达近10吨的河中舟迅速撬平，队友则抓住机会将连接器的锁扣锁死，完成了整体拼合。此时河中舟将再次变身成为具有一定运输能力的桥接门桥。为了能够更广泛地适应不同的架桥水域，架桥汽艇还采用了特殊的动力结构，那就是舟桥全向螺旋桨和喷水装置。安装在船舱内的螺旋桨能够让汽艇在潜水区域作业时，即使托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依靠自身动力离开。自重近10吨的河中舟虽然是中空结构，可是它的空可不是空空如也，如果舟体内部过空不够坚硬，就无法承受水下暗流和礁石的冲击，不能够搭载重型装备顺利渡河。那么河中舟里到底藏了什么玄机呢？其实河中舟的内部结构犹如一艘轮船，是由多个舱体组成，这些舱体的大小厚度在研制的时候都要经过精确的计算，在重量和承载能力上必须达到完美的匹配。这样的结构不仅让河中舟有足够大的浮力，承载比自己重几倍的重型装备，还能够让它有足够的强度抵御风浪，即使部分结构被损坏也不至于快速沉没。